就是前面的尾巴，现在看来还没有腐烂，这个根子黑是当年就黑的，卖不去嘛。德国呢在研究用芦苇做板材，他们是把芦苇作为一种建筑材料在使用。国家林材院跟我们一起研究，通过一些做木材的这个设备，然后通过技术改造把它演变来更适合于芦苇材。这一套花了1000多万吧，要不还有一些地来还有300万。知道你们最关心的还是这个涡轮定律是吧？那我们先做个试验啊，这个得需要先转几个眼吧。结果1007，这是千牛的力，这个是满足的，超过国家标准，超过标准，国家标准是900。第一个，它替代了木质工业原料，现在国家天然林资产，单独芦苇，芦苇是每年都要说一次，他去了做这个东西，它其实就是一种闲置的，没有用。第二，会用的是1030标准级，是不含甲醛。在板材生产过程中实现了零甲醛添加，这个芦苇来做，对这个行业来讲贡献还一次是技术革命。